各位小小博物館 KOL， 我想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，考考大家啦。我哋喺地球喺宇宙裏面飛得咁快啊，點解我哋感受唔到地球係喐緊嘅咧？嗱，俾三個答案你揀 ，A 就係地球自轉得太慢 ，B 咧就係地球有地心吸力吸住我哋 ，C 咧就係地球喺太空裏面咧以一個好穩定嘅速度咧喺度飛行嘅。嗱，俾三秒時間大家諗諗，一、二、三。一定是因为地球转得太慢令我们感觉不到啦。嗯。可能是地心吸力。我们坐飞机都没有感觉，只是起飞加速时感觉到。我估计是和速度不变有关。啊，你就啱咗啦，就好似喺一架飛得好穩定嘅飛機裏面咁樣嘅。嗱，其實咧，我要明白呢個道理咧，要明白牛頓嘅第一定律喎。牛頓第一定律話俾我聽咧，其實運動開始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跟住地球咧一齊咁樣向前運動噶啦，唔會俾地球賴低咗嘅。嗱，不如我哋睇下呢架車仔啦。嗱，咁一間咧會彈個波出嚟喎。我哋想象呢個係地球，佢向前運動緊。哇！你見到個波咧彈出嚟嘅時候咧？佢同埋架車一齊向前運動，最後俾架車接翻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係同地球一齊咧有一個向前運動嘅慣性嘅，我哋咧唔會咧喺空中裏邊咧俾地球賴低咗嘅，所以我哋喺地面上邊咧，其實同地球一齊運動就感覺唔到地球喐緊噶啦。明白，原來我哋一直坐緊地球嘅車，速度唔變，好穩啊！是啊，你一講就明白了，果然是小小博物館 KOL。